欧洲骑士湖北宜昌咏三峡，龙行天下，红色穿越，欧洲警察中国激情之旅活动自7月2日启动发车后，经过20多天的跋涉，来自欧洲的12名警察来到了世界水电之都、中国动力之肺的湖北宜昌，并在宜昌欣赏了三峡大坝的壮观景象。